首歌不太适合这样啊。喧闹声的时候，就会自己跳下来，变成一只喇叭。biu biu biu， 跟我一起 biu biu biu， 台中人 biu biu biu。超冷，哎，是真的这样的气氛吗？对啊，你才刚唱完一首这么，跟大家一起大合唱啊！要讲吗？你站在了我 biu biu biu， 太奇怪了。这就是反差，大家就是生活中有一点乐趣啊，不要这样子，对。不一定嘛，不一定要这样，不一定是，对，通常就是通常是难过，然后听完一首歌，然后就会有这样的元气的精神。刚刚怎么了？是一个什么 scratch 之类吗？你就几个几个几个，几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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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娃，两个娃，三个娃的那个东西，太烂了，老梗。好，接下来要唱的是我们今年秋天。
刚发行的一个新 EP。你刚刚想要讲那个笑话吗？我今天一直想说，我在秋葵舞台的话，我要讲什么东西？我原本是想说，今年入秋暌违已久的《最后少女组》带来的新 EP。好，应该没有人听得懂，效果很差，就是入秋暌违已久。神经病一样的了。我今天想说要走气质路线，对，结果整个是没有办法。听说他之前被叫成女版的那个，哦，可以讲吗？讲啊，女版女版廖文强。对，我想说也不至于吧，他比较好笑啊。有一点，我有点气质，不要这样。是有一点伤心，没有伤心啊，还蛮开心的。可是我得不到他的真传，他有一个很强的节奏。我曾经看过他模仿他唱歌，就很两层这样。然后，哎，不是他模仿你，模仿我唱歌哦，那样子吗？之类的，之类的，好，我觉得我模仿蛮像的，你要唱一句看看吗？不要，就是你正常的一句。有啦，有吧？应该有吧？我自己听不太出来。好了，不要再废话。好的，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收录在我们的那个新单曲的。一首歌叫做我不喜欢你的下底线下底线，那个其实是空格的意思，但我不会讲，所以就是我不喜欢你的填空。好，来填空。Yes.
接下来是 drop 的时间。谢谢，有没有很帅？自己讲，耶耶 ，OK， 一样是这样子软柔软的感觉。接下来失去你哦，超快。
工商时间，对，就是我们的新 EP， 我们今天有带我们的新 EP 来，对，耶、yeah。可是因为那个，因为我们来那个时候出来的太晚，来不及来这边寄麦这样，对，所以我们、就是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在这边卖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走到那个就是这个外面的马路上，就是它差不多那个很近的地方，会场之外的外面的那边，但讲超丢脸，真的很抱歉，对，但是就是。可以那个到那边找我，我们还会出现在那附近那一漂漂流，对，木漂流木。然后就是今天如果没漂流木啊，对不起。然后如果今天没有买到的话，就是各大唱片行业已经上架了，一片200元，超佛心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 ，好不好？好什么？等一下，你现在是那个展场的主持人吗？不是，是竞选呐、啊。哦，竞选。对，请支持脆弱少女组，好不好？好。听起来有点不舒服，其实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我好适合哦，我觉得那个口号还不错。对。什么东西？谁讲话？他说什么？我长发，我将进入立法院吗？那是林昌佐啦。哦。已经进了，好，接下来要唱的也是专辑的歌，这首歌就是重编了好多次，我每次演都有点紧张，虽然它很短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现在要唱这个了。对，要唱那个了。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。哦，这首歌叫做《不值得一提的孤单》。哦，哎呦，好，没事没事。再也不会有人明白，没人明白，那些不值得一提的孤单，不值得一提的孤单，苦涩渐渐熬，发现我越来越难解释那些孤单。Yeah。
最后一首歌啥什么东西？七点半？十点半？好，没有这件事。最后一首歌，怎么没有欢呼声？会不会是我们的这张新EP的唯一主打，最最新主打？词穷了，梦想少女。好平淡的一个回忆 ，OK， 梦想少女，啊，耶！
给话，要讲给话。哎，对，对不起。但是你要 solo 了。Thank you.
手是换了，变成这个了。变工妹系，变美少女战士吗？耶、大合照，大合照，大合照，走走。等一下，就是一二三的时候，可以帮我喊 Fresh Girls 好吗？我们练习看看，一二三 ，Fresh Girls 好。